Hello， 我哋咧系唔会俾个 live 停嘅，个live 咧唔知点解做完又做，做完又做，系重复咁做咁样啦。但系咧啲货全部都唔同嘅，同埋我系为免大家系记错咗个 live 啊，我系除咗件 white towel 嘅。因为咧我真系因为成日都系有时大家可能 cap 咗啲图啦，店长系唔记得咗系几时嘅图啦，咁跟住咧呢、這个。工藤正香喺我後面經過 ，OK， 跟住咧，藤原紀香今日冇嚟 ，OK， 跟住 ，sorry， 嗱又嚟啦，咪想唱翻只歌，托咗都冇，咁跟住咧，所以咧大家睇圖睇中啲嘢就 cap 圖啊，7664470啦 ，OK， 咁咧最主要咧就係抵玩嘅今晚 ，OK， 咁仲有咩咧？這句說話呢我不加意見，輕輕他不知道賺多少錢的出來了，然後我們繼續看最後的就是 Capital 收回6444470啦，今晚還有什麼呢？說這個怎麼會便宜到幾千啊，店長你騙我呢，沒事了，setting人又來了，萬幾蚊咯，你話5000蚊啊？九成，喂 ，Hello Claudine， 小毛毛，中意小毛毛噶喎。好啦，咁咧就多謝大家陪我哋呢個連線啦。嗱，今晚連埋今晚，大家可以休息啊。夾公仔時間都可以同大家夾下嘅，但係我哋做埋呢個 live 就可以休息啦。咁啊，多謝大家收睇啦，咁我哋扯嚟啦。咁咧，為免大家調轉我啲 live 咧，全部嘅衫都係冇 double 嘅，除咗第一套同琴日真係，琴日真係唔好意思，我趕住出去換，我換到第二套衫。好啦，咁我 Hello Vivian， 咁我哋開始講我哋今晚嘅首段啦。咁我哋星期二連一線啦，咁星期三咧，聽日就會休息一天嘅。原生的星期三 live 會調咗去今晚嘅。Hi Ada，Ada 呢個時間可以出翻嚟啦，即係7:30喎，都係 occupy 咗你食飯時間，真係唔好意思。好啦，我哋開始講下我哋今晚有啲咩袋啦。咁啊，平平貴貴都會有啲啦，但係店長主要咧都係5000多蚊到樓下嘅，咁總有一兩隻貴少少嘅咁樣。咁就係睇下大家會唔會有興趣啦。咁落單 cap 圖 WhatsApp 佢6444470嘅。OK， 好啦，咁咧。我又想同大家睇下一啲唔係新奇有趣嘅嗱，咁樣樣係幾，我覺得幾咩食住睇好，多謝你。咁跟住，我話俾大家聽啊，我咪同大家講過咧，我唔係好戴到帽嘅，即係呢頂咧，唯獨是係紅色我戴到咯，所以係唔會同大家撞嘅。好啦，講第一個出嚟嘅就係 onion 啦 ，onion， 咁呢個 onion 咧係比較容易用到嘅，咁可能大家咧，我就翻個心屈屈，大家可能都係著 T-shirt 牛仔褲咁樣啦。咁跟住咧，件 T-shirt 我翻香港會同阿店長翻咗一批新貨，又會再講下啲 T-shirt 噶啦。咁呢件唔係嘅，呢件好耐噶啦，所以大家唔使咁。係咁，所以咧。新款病咧喺香港 ，OK， 呢個9900呢個，嘿，思思，今日收到你包包好開心，多謝你啊，思思，終於收到啦，太好啦，我哋連線哦，思思，我哋聽晚會休息一天啊，個星期三個 live 調咗去星期二啊，今晚續，而家續，你看大家喺我呢個日本旅程裏邊咧，啲 live 係陪伴大家好似早午晚餐咁樣。我同點樣係未試過由做 live， 即係咁耐以嚟我哋去連線做 live 啦，大家都有睇我哋啦，係從未試過好似今次咁樣係玩早午晚班嘅，久唔久仲有個下午茶餐添，所以大家睇到攰曬。尤其是琴日嗰個咧，好似食法國餐嗰個咁樣嘅豬煲，食足一晚。吃多一塊啦，吃完飯再回來甜品都嚼埋，又說我車你們嚇死他，不要緊，你們還說的，即是他埋單都還說的，不要緊，大家做些不要緊，有時間就看看吧，全部都挺有趣的。
請問你啲包包寄咗未啊？店長問阿菲菲問。原來有一件褸未到，所以佢要星期四先寄到。大概星期四 ，B B。好啦，咁我哋咧就要步入我哋靚仔行列啦。咁今晚呢袋係抵玩嘅，我諗萬零蚊已經去到最盡嗰只啦。OK， 咁跟住咧，咁啊，除咗嗰個係，除咗一個係全，係你一次過睇曬三集。哦，你屋企人問你攰唔攰？你最攰就應該係琴晚嗰個中，琴晚嗰個中古珠寶啊！大家去食法國餐咁我唔知點解係講得太慢啦，定係咩原因？我有諗過嘅，但我聽翻又唔係覺得自己講得好慢。但係唔知點解嗰刻我哋覺得好似慢，我哋連續咗幾晚，其實第一日係182貨，但係琴日係120貨，唔知點解好似好慢咁樣，可能啊～係咯，唔知點解。但我發覺，如果我唔提起把聲咧，即係過度 elegant 咧，就會係咁樣噶啦。大家都會瞓著，所以今晚咧，我要俾翻啲中氣大家，補下氣先嘅。好啦，咁跟住咧，講下第一隻啦。咁呢隻咧就係阿蓮啦，阿蓮咧呢個就係阿蓮嘅 Speedy 啦，細細只嘅呢個二十，咁咧可以打斜咩啦？咩啊？我見到阿 Bear 啊 ，Bear 係咩啊？頭先阿 Bear 噶。俾讀咗，然後我讀實啲個位置俾大家先。啊，個媽咪，啊，呢個冇使得嚟嘅，係20嚟嘅，真係係啦，20嚟嘅。咁呢個係9990，咁你可以休閒地咩啦？好多朋友最中意嘅，打斜咩？嚇！可以係啊，買啲買俾自己同埋買俾你母親啦。OK， 咁跟住咧就係啦。咁我哋會盡快帶翻嚟嘅，十零日之後帶翻嚟啦。OK， 咁呢個咧就係9990。我著翻今日大家夏天嘅 look 啦，唯獨是對白頂帽唔係黑色嘅啫。咁跟住咧所以就襯翻俾大家睇，大概個樣會係咁。我相信大家夏天都係差唔多啦，好難帶紅得去邊，除非大家中意好花巧嗰啲泡泡衫嗰啲，嗰啲我哋真係少啲。同埋導演唔中意我著，所以我唔著。OK， 跟住咧，好啦，呢個係。9990，好，下一個就是一個 L 棍，咁呢個係男裝、女裝都可以用到嘅，但係佢休閒載到iPad 啊、電腦啦、細電腦嚇，咁呢個係12900，佢皮嚟嘅，呢度有條拉鏈嘅，咁因為呢一隻皮，所以就貴少少，但係我覺得係休閒幾好睇，好睇。這個阿蓮是9800的尺寸是怎樣，看看我看得很清楚，是這樣的，是這樣的，我都 OK， 9800，這些不是的，是這邊的嘛，這個是L棍，軍喺度，黑色獅子呢、這個小隻件呢、這個 ，vintage 嘅，好個好靚嘅咁樣拉埋，牛皮再到 iPad，OK，、okay? 休閒使用 ，OK， 價錢係，幫我望下先，係咪裏面啊店長？係，7980，超抵，7980，有卡有貼，7980，店長係做十級超抵，因為佢係牛皮。有扣有卡有貼 ，OK。好，大嘅 reporter， 我度真係巨巨地，度下幾個 size 先。其實咧，你唔使再揾阿公憑整香噶啦，你自己做呢一 part 就得噶啦，店長。我發覺每次講啲咩咧，佢喺後邊補飛幫我，所以咧，我哋唔需要請多位工程整開呢位同事。店長一個已經搭夠曬所有嘅 surround sound。OK， 總之車你講完啲咩咧，佢又講多次咁樣啦。OK 啊，我啱啱同佢講完 L 軍，佢話：，喂，頭先你講咗 L 軍未？還定咁樣講緊？唔在我。好，呢個係
5,680，咦，我哋兩隻係咪依我依一得？哦，咁點樣分啊？佢哋？呢只5,800。今日緊張去稅務局，好彩稅不時高，且放心，好彩啫。另外呢個。7,980。有很多好多首飾啊！嗱，我想話今日晏晝咧，我哋做場 live 啦，咁跟住咧嗰場 live 咧，主要袋都唔係最重點。頭先晏晝嗰個 live， 即係我著咗件粉紅色，跟住著住呢件 Balmain 嗰個 live， 全部都係一啲極靚嘅 CC accessory。我覺得如果大家真係又係中意買下耳環啊嗰啲朋友咧，我覺得你真係一定要睇翻頭先我之前嗰個 live， 咁嗰套衫應該會係呢件 Balmain 再加件粉紅外套，因為咧有個圓形圓餅形嘅絲絲咁樣嘅，跟住咧嗰個真係超靚。頭先我哋睇嘅所有 accessory， 我相信我哋有90%嘅觀眾都會中意嗰類型嘅嘢。OK， 好啦，我哋又講下一個。呢、这、一個款啦，咁呢一個款咧，呢、这個係5,880，咁可以裝到你哋嘅 file 嘅，打直放。咁可能嗰啲男性嘅觀眾啦，啲女性嘅觀眾可能佢自己本身孭住個手袋咁樣啦，咁佢開會嘅時候就揸住。咁幾好嘅呢、这個5,880。5,880。5,880。我件病咩有冇冇啊？我件病咩系买咗6年以上噶啦，而家唔会有，真系。唔系有再有都可能佢再出咯，但系好耐之前噶啦，系啊。咩啊？系啊，或者佢即系好多10年之后会出翻，唔出奇 ，Angie。好耐噶啦，呢件真系。跟住咧，咁呢、這個惡魔，多謝啊！我當時我都好中意，其實我係疫症之前買，好仲好唔捨得買，因為有車路慳家嘅。咁我諗咗好耐，我先至買嘅，同我個家長 friend。跟住咧又。因為嗰時係貴好多啊！嗰時咧，我未做呢行啦，又未識店，即係識店長，但我冇買佢啲衫。嗰時佢未有衫賣，跟住咧，我係特登買，我覺得依然係好貴嘅時候買。而家店長嘅價錢緊係温柔啊 ，OK， 同佢一樣。L 君老花腰包有沒有？阿 Fish， 喂，阿 Fish 啊，我好耐冇見過你啊！幾時翻香港？翻㗎啦！你知唔知店長拐咗我嚟依度？好彩我都拐咗佢買公仔俾我。O K， 唔係幫我夾，可以係3980，呢個好抵。我哋互拐嘅呢啲嘢，大家去嘅 location 一樣啫。佢拐我嚟講啲袋，我拐佢夾公仔咁。O K， 各取所需。O K。這個呢就回了 Vivian， 我們都要回去了，我要答應了 Cindy 一起陪她入古墓的3980，她不可以孤獨地去古墓，我要陪大家一起去開心一點。3980好抵啊，這個 Pretty Lovely 的，知道了，好，說一隻 Vintage， 接著呢3680，其實我不是真的來了很久，但其實我很多朋友加觀眾都有問為什麼，我懷疑過是因為我早五晚都做 live， 你們覺得自己可以看了我一個月的 live， 所以就做了很久。你可能嗱，我上一個禮拜做4日 ，OK， 1356，你一日都差唔多睇我3次，喺密集嘅5日裏邊，覺得自己對咗我成幾個月咁樣，好痛苦啊！呢件事，咁就呢個就係3680。
係啊嘛，我明白，因為我有個朋友都有睇，佢係咁同我講，我仲有好耐，其實唔係，其實數翻落嚟，我冇五都冇上次咁耐，知唔知啊？但係我哋啲 live 可能係因為早午晚係咁轟炸你哋，跟住無啦啦搞個法蘭西之夜成兩三個鐘咁樣咧，跟住咧講到啲客都瞓著咗，所以就覺得好耐啊！我哋上嚟坐。好啦，嗱 ，L 君嘅老花腰包我就冇啦，咁呢個我有嘅，呢、這個係 GG，L 君嘅腰包你有冇啊？店長？有啊有啊，而家講呢個5980五九八零，唔係我掃俾佢哋睇啫嘛，我冇錯啊，好啦，5980好，後面係網網，後面係網網嚟嘅，日見夜見係我哋日以繼夜咁樣做 live， 馬拉松 live。好似啲人嚟日本跑馬拉松咁，好似我個 friend 呢個11800 L 軍，黑色 L 軍。咦？我掂咗，我翻嚟真係要投資翻件白色嘅 Belmont 先得啊！心諗，我要大少少啊，因為阿車你中意鬆啲。嚇成咗啦！好，呢個係11800皮。深灰色後面有拉鏈，佢嘅好似 L 碼啲灰色，二攤咁上下顏色，裏面啲格數都裝曬你所有嘢噶啦，咁又都幾好 condition， 價錢係4880灰色，灰色，灰色。S 啊，我哋青和赤和，咩話 ？sorry， 講錯啦。好，好 ，CD 肥爆 ，CD 肥爆都係灰色，11800 ，CD 肥爆都靚嘅，不過我中意呢個，呢個我擺翻好佢話。好呢、這個 ，Flamingo 嘅佢 ，Flamingo 嘅佢26800，26800。呢個係 size 31。嗯？呢個係 size 31。好新。好，下一個，下一個是超靚仔的 FF， 咁佢點解咁靚咧？佢有隻好似 X9 咁樣嘅拉鏈邊，成個係黑色嘅，我自己覺得幾好用呢、這個，裝曬啲嘢，長銀包好 OK， 3980，地地用，靚呢、這個。下一個 FF 呢個粗壁超中意，靚仔 OK 呢個價錢係4780 Baby， 我想問一問你啊，阿蓮打得咩？好穩陣，8680，我度一度個闊度俾大家先。23cm 8680，我自己覺得係穩陣嘅呢個，幾靚。好啦，下一個我超中意，一嚟到同阿店長就好中意。噔噔噔！哇，呢個好靚啊！呢個 part 啊，咁咧
有卡啦，有個 pouch 啦，個 pouch 有寫噶 ，OK。咁跟住咧，你又可以好休閒咁咧，係嘛？帶佢去游水啊、玩啊、澳門啊、歐洲啊，3800啊，呢、這個真係好靚。我店長都覺得好靚，俾個 like 佢喂。哎呀，好睇啊，好有夏天呢個氣息。呢、這個3800，超級超值。有個 pouch 裝曬重要嘢喺裏邊。好。全黑色嘅巴黎世家。布嘅啫，我有好多啊。佢呢個皮嘅 pouch 嚟嘅。大家聽唔聽到後面嘅 background music？好像捉地一樣，今天4380，這個是沒有大打斜尾的，因為這個尺寸我知道有些觀眾呢見到它，咦，我吃多元氣，有些觀眾是喜歡這個尺寸，但這個尺寸唯獨是皮呢是沒有帶的，沒有皮呢就有帶，就可以這樣的，就可以咁樣孭 ，OK。咁咁樣孭咧，方便嘅。有個 pouch 嘅 ，OK。啊，呢個冇安排嘅，前我問一問店長講埋啦，不如。好。咦？因為唔係，我想佢話佢哋有可能朋友整出呢個，因為呢個咧有得孭啊。咁呢個咧型格嘅，冇得孭 ，so black 全隻黑色嘅，但係呢條係冇呢條幼帶嘅。咁有啲朋友驚佢買咗翻去，佢誤會咗呢個冇一條帶，但係佢本身呢個皮係冇帶，所以要解釋清楚。好，依、這個布係4380 ，OK， 皮呢個係4380，隨你中意。但係如果你需要一條帶，麻煩大家揀翻布呢只 ，OK。啊，我諗就我呢種就得咗，咁我講到啲嘢，所以而家就。講埋呢隻套啦，呢隻套咧有啲唔同 feel 嘅。呢隻套咧重點嚟啦，佢係可以咁樣孭，佢係可以咁樣孭，同往時你頭先睇嗰個就有啲唔一樣。OK， 佢係咁樣嘅，咁亦都有條帶。店長撳一撳啊，呢個撳個靚價俾佢哋啊，等佢哋開心下。全黑嘅，全黑嘅，咁樣。好抵啊！呢隻好抵，我係 make sure 店長俾個靚價你哋，平過你頭先嗰隻。好，3380，好實用，好實用。佢咧係比頭先嗰隻輕輕大少少，但係好睇個人中意。如果你話唔好啦，我都係中意買翻最 classic 嗰隻，咁你就買呢隻。OK， 有個 pouch 嘅。咁呢隻講明佢本身係冇 pouch， 佢個款係冇出 pouch， 佢有暗格。佢有暗格，係裝你自己嘅銀包。OK， 但係條帶咧係可以隨你意去除嘅，即係你如果我唔孭㗎啦，我唔想裝多樣嘢，條帶可以除。呢個條帶亦一樣可以除嘅。再講俾大家聽，唔使下下帶曬嗰條帶出街嘅，隨你中意。呢、這個我勉強車你上到膊啦，但係如果要上膊舒服啲，呢、這個會舒服啲嘅，因為佢嗰、那個大家睇到佢個 handle 位。這個真的鬆一點，但如果你們這麼瘦呢，其實這個是上到，我現在夾硬上都可以，但是如果你說冬天的話，這個會立刻上到，這個就可能要打手抽或者用那條帶背，但不要緊，它有條帶，到時都可以，想怎麼背都可以、OK？ 好，跟住我應該是這邊的朋友仔，這邊的、好，這個可以做一隻底玩的 L 棍給大家先，這隻是4980，咩話？係啊，請咗又嚟咯！好笑，我哋有幾位觀眾係全程陪住我哋，好勁真係。連法國之夜佢哋都頂得順嘅，我真係好多謝佢哋。4980，其實咧嗰啲珠寶係好靚，我同店長係好開心嘅，見到第一佢嘅價錢真係温柔啦。咁可能翻到香港，大家可能我早準備啊，擺翻喺個盒度啊，洗靚曬之後就會好靚嗰樣嘢。咁我想我大家用嗰個價錢買，其實真係好開心嘅。講真，4980。好，下一個 GG 腰包，GG 腰包，都係穩陣組合。呢、這個，咦？
啊 ，baby， 唔好意思，系咪我跌咗啊？喂，你问下先咧。咩话 ？Sorry， 咩事啊 ？Hi Janet， 早晨啊！好，3380。嗱，腰包我今晚都多選擇嘅，可能大家夏天啊，即係就咁出街啦。OK， 其實我好中意今日晏晝個 Prada 3380嗰個，係咪3380啊？成3980啊？得啦，冇逼店長。好。有你。我想問你啊，嗰條係冇咗定咩事？好，紫色嘅，好靚呢只，呢個色好靚 ，pretty lovely 嘅。咁我都裝到好多嘢嘅，裏邊可以裝到長包啦，咁可以後邊又拉鍊啦，前面咁樣啦。咁呢條帶除你中意嘅，我覺得佢咧書包都嚟打斜咩係超靚，因為我成身都係巴打，不過唔同顏色，萬紫千紅啊！呢、這個勁啊，係咪？好彩我件衫黑白配啫。係啊，咁呢個咧超靚仔，3500，實用，實用實惠，3500。好靚呢只，個顏色真係好得人中意啊！好啦，下一個特色版嘅 CD。色版的 CD， 大家有冇發覺好像聽緊日本嗰啲咁嘅廣告喺後邊，即係可以播住個電視機咁。9680，其實佢都喺後邊喺度講嘅，隔離有個唔知咩姐姐喺度做緊嘢，佢哋喺度做緊，好忙啊日本。好啦，呢、這個。佢哋公司真係好開心，呢、這個就係9680超底。CD， 好靚啊！石，好。這個哇，好特色啊！這個 Valentino 大袋，襯袋 ，pouch， 好有型，咦，好型喎、啊！想問佢嗰塊嘢係咩意思啊 ？Fashion 嘅嘢係嘛？係咁噶嘛 ？Fashion 嘅嘢，條帶。價錢4800。Valentino 4800。另外一個超大嘅 GGU bag， 超大 dry 人用嘅。喂，但係上一個身又幾得意喎，冚住咗。呢個是2880，哇，好多。卡度噶。咁。六到，啊到，唔啊，六 plus 嗰個，啊嗰個。啊呢個。全皮嘅惡魔，全皮嘅惡魔，5880。5880。好大隻呢只。靚，勁多朋友中意，長買長有，2100。咁大家揸住一個廢包出街嘅時候，揸住個廢包出街，咁就帶多個環保購物袋噶啦，冇辦法啦，今時今日，既然大家都係。走膠之後，唔係走數啊！走數定走膠？走膠。走數，走數，走數之後嘅，即係冇膠袋啊，冇叉又冇剩咁樣，咁就自己帶住袋啊、叉啊嗰啲啊。我哋應該送幾套環保刀叉俾大家，日本嗰啲真係好靚。哦，可以啊！真係要。我今日買咗幾套新幹線嘅刀叉。跟住咧，好啦，咁講下呢只先。即係咧，店長係賣袋俾你哋啦，或者賣珠寶啦。阿車你係生活台嚟嘅，係買筷子啦，同埋未買廁紙嘅。不過，
2100。咪講緊我去買啲乜，你去買啲乜咁咯。我呢個男士嘅包包，呢個4980 Damia 嚟嘅。要打開佢抽住。好正啊！呢個連襯袋都仲有，好啱男士用呢個超靚仔，好靚仔呢個。絕對需要用佢。4980。好 ，Reporter 細山市，唔係細嘅，頭先因為嗰個係大㗎。呢個係你往時健康嗰個山市嚟。所以嗰度5280。好好 condition。靚仔。靚仔，嗱，真心係真係好勁，鉛筆痕都冇啊！呢個啊，擺喺豪宅度住啊嘅啫，同埋佢啲色咧好均勻啊 ，OK， 抵玩。GG 嘅布背包3980，輕強輕身。穩陣，唔貴啊！呢個3980，好輕身，好易用，打開佢，裝曬你啲嘢。咁咧，前面有兩個pouch，咁咧，孭俾大家睇下先。呢個我覺得幾好，好實用啊！呢個。等等 I like this one， 我拍了照片啊，这个真的很漂亮，大家很想知道发生什么事。由于我呢就有屋企的纸牌要买 Pokemon 卡给我小朋友，咁頭先我哋咧睇 Pokemon 卡嘅時候咧，我哋又見到一樣好得意嘅嘢。而本身冇咩攞出嚟講，店長又攞人哋啲嘢出嚟講。Okay. Hello Kit 妹，係啦，呢個就係咁樣。裝唔裝得到 Pro Max 咧？我想話俾大家聽，呢個係裝唔到嘅。OK， 只可以裝住卡包嘅啫。OK， 咁呢個價錢係3600。如果你用三星自己嚟得嘅，好，下一隻巴黎世家運動 feel 背包，唔係腰包，腰包2980，呢啲好多朋友就好中意整色 ，Prelover， 好呢個。我要呢、這個要攝一攝，3980一個 pouch， 係好多時就冇 pouch， 但日本呢啲好齊嘅有 pouch， 裏邊好靚，3980。好，得，加錢。2980，惡魔 camera bag 前後袋 ，L 君，3980。呢只3980，你话店长系咪阻住人哋买嘢？成日都系咁，几 Q 啊呢个？你睇啲卡，佢又睇个袋。
3980，好可愛啊 ！Tree Pokemon 嘅朋友仔啦，或者你屋企嘅小朋友仔 Tree Pokemon， 或者你自己 Tree Pokemon， 即係話俾大家聽，如果佢係鬆弛熊咧，你哋唔會見到佢出鏡噶啦 ，OK？ 車你直接帶走 ，OK？ 咁即係如果中意 Pokemon 嘅朋友咧，好多朋友仔中意嘅，咁呢幾千蚊好抵嘅，好似 L 君咁上下啦，個細背囊，咁係布嚟嘅，咁上面係 Bowman Crossover 咗 Pokemon 嘅，咁個狀態係九成新啦，九成新啦，咁呢啲 key 位全部都靚仔嚟嘅，咁如果大家都中意嘅話，後面有好多阿姨，你中意阿姨咩？係啊，我哋講一隻啊，可以噶，好多阿姨啊，真係，如果大家中意可以講噶，係啊，中意邊隻都可以講啊。全新的未使用品嚟噶，我哋有呢個咁樣嘅皮啦，我哋有隻係黑色嘅皮啦，我哋亦都有一隻細啲嘅，唔緊要，我哋講曬呢三隻，好冇？你小心啲啊，先可以可以，俾你揀咗價錢先。邊只啊？邊只不合適㗎？紅啊！哇！聽到幾驚，真係諗一諗。因為我冇落，我睇唔到佢落唔落啱啊！呢個好好好，我哋呢兩隻咧就係一個特色組合嚟嘅，有啲銀色。如果你要深色嘅話，我哋有一系列嘅深色。OK， 咁我問下店長要幾多錢先？好，呢只阿蓮全新的他4980，四九八零，四九八零，仲有我哋睇下嘢先。咁跟住咧，好啦。呢、這個裡面是咁樣嘅，好簡單嘅啫，條帶逆拆得嘅，你可以選擇咁樣，亦都可以打斜咩？呢、這個款可以打斜咩？我有個細 size 啲嘅，嗰、那個就粉藍色。好啦，我哋 Pikachu 要休息啦，靚啊，3980。點啊？係呢個咧係 pre-love 嚟嘅 ，pre-love 嚟嘅，呢、這個 pre-love 嘅阿姨咧3980。抵喎呢只，但系呢只冇一条带噶吓，定佢款冇条带噶？咦，佢条款冇条带噶，新款先有带系咪啊？旧款冇条带，所以呢个3980，呢个系新款，仲要系未用过3980，唔系新款仲要未用过，唔系3980，系新款有条带未用过，呢个系4980 ，pre-love 呢个系3980，冇带嘅。因為細 size 有帶嘅，但係條帶唔拆得嘅。呢、這個係5380，佢比起頭先嗰個咧，L 君餃子上咗薄嘅6780，可唔可以幫我再 check 清楚？係啊。好啊，紅藍未講，等一等。好，講個 sharp 醒嘅俾大家。紅色，紅色，哇，好襯喎！因為咧有個 pouch 好醒目嘅呢個，未試用品，未試用品，4500上到薄，但係冇打斜咩帶啊？我哋都有，吓？系啊系啊，我想佢哋听，4500都系，红蓝都系4500。睇下个包装好靓噶，全新啊！你除一除先咯，再望一望我哋咪講到咯。我哋盡量講多啲唔同類嘅俾大家問。
第一集可以繼續講。同業者が見せたらイラつく値段ですよ。そんな安くならないで。怒られる。結構ら安く売られるとさ、あの自分のとこが高くなっちゃう。ハロメイメイ。佢我哋啲時間咁飄，佢入到嚟已經好叻噶啦。3980呢個係防水料，超實用。呢、這個好抵，我想話俾大家聽。十個抵。繼續講腰包我哋。我呢個抵喎，抵咗。哦好，呢、這個3980皮喎，即係抵到一個點。呢、這個皮嗰、那個咧係有咗 metallic 嘅布。嗰、那個係咩啊 ？PVC 係嘛？頭先我話好靚嗰個 GG。頭先話好靚，呢個係 PVC 呢個係皮，但係真係價錢真係爭不遠嘅嚇。兩個都係3980，好睇你個人中意啊！俾好多選擇大家。想大家 mix 濕咗 ，OK？ 頭先我咪介紹咗一隻咁樣嘅，呢只係唔一樣嘅。我驚大家前後睇咗，我有一隻純黑係皮，個字係銀色嘅，3880係有帶嘅。以為好似頭先嗰只打窿字嗰個咧，有個 pouch 嘅 ，OK？ 佢係冇帶嘅。我想俾大家睇清楚，誒唔係喎，有，定係另外一個咧？我同媽呢只後邊嗰位。係啊係啊係，呢個冇帶噶，呢個冇帶噶嚇，講明。呢個冇帶噶嚇，呢個先有帶，千祈唔好睇錯嚇。呢個冇 pouch 嘅，呢個冇 pouch 嘅，銀色字呢個冇 pouch 嘅，粒即係嗰啲通花字嗰個有 pouch， 但係冇帶。我好驚大家 mix 濕咗呢兩個袋，所以 make sure。俾條帶你睇，呢、這個有帶就係有帶呢、這個，冇帶嗰個係冇字冇顏色嘅 ，so black 嚟噶 ，OK？ 仲有冇嘢講啊？點啫？講曬。店長去緊緊再 check 多一次，驚大家驚佢睇漏咗啲，好似上次咁講漏咗四個袋。真係超級中意呢個紫色，紫色我唔係隻隻紫色都中意，不過呢隻色同埋我覺得都幾好格數，裝曬啲嘢，裝長包都冇問題呢、這個。呢、這個 powder 幾靚。你咪攞嚟。嗱，佢可以兩邊戴嘅。
呢個真係好膠油呢個。價錢喺邊個度啊？喂，喺我度。喺你度 ，OK。係2980，原生呢頂帽係十級貴啊。2980。North Face Crossover Gucci。タケノコはチョコとクッキー別になりませんから。メジョンバン、はいはいはい。別にさせないと。だからあのアポロとかもイチゴとチョコの部分をあの切り取っちゃいさ。そんなんないから。タケノコの里は口の中で溶かしていくんだよね。ちゃいさ。だからタケノコと同じことやってる。佢蛋跟住翻嚟香港啊。パリパリ感が好きって言ってるわ。小心。好啊。下一個 GG 膠油套餐3980。喂，阿林林林，好得意哦！呢個係咩嚟噶？多謝你啊，林林，好靚啊，要發發。好，講一個 beige colour 嘅 pack， beige colour 嘅 pack， 咁跟住咧，好啱大家夏天用啦，咁好襯嘅呢個，但裏邊係高 colour， OK， 價錢喺我度，17800，17800，咁你就扣翻佢，哦，佢未扣過，佢呢個係未試用品嚟，所以我唔扣啦 ，OK。咁我哋咧嘅日本連線咧就圓滿結束，見到個盒諗起 Jenny 誠意 GM 嘅新出太陽眼鏡，唉，我都好中意。好啦，咁多謝大家收睇啦，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我哋就會喺香港再見噶啦。咁大家睇中任何嘢嘅話 ，cap 圖話先會6444470嘅 ，OK， 拜拜。